特别紧张，高考之后从来没这么紧张过。一九，一九，我好紧张，怎么办？别紧张，你可以的。真的吗？我可以，我应该可以。都准备好了吗？今天可都是重头戏啊！加油啊！上场我让你的。实习生注意了，按上场的顺序排好队，准备入场。我来帮你拿吧。加油！别忙了，别紧张。一起加油！哦，不对，是你要加油。顺序再调整一下，这样千万别慌。保持安静。徐总，都准备好了。好。大家都请坐吧。实习生们请坐。听说很多部门都想要蓝千叶。我也想要啊。哦。这些实习生中，我只看好他一个。第一环节，各组项目阐述时间为10分钟。除了提交备案的资料之外，不得使用其他的资料。凡是在现场增加或修改表述内容者，均视为违规。大家好，首先呢，我代表我们公司，热烈欢迎大家今天能来参加这个考试，并且感谢你们选择了我们金晨。说句老实话，在你们中间，有人以后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同事，也有人从今天开始就到此为止了。今天的考试非常重要，希望你们能够抓住今天这个机会，表现出你们最好的潜力来。好，考试开始。这是歌手大赛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要阐述的项目是全民唱吧 APP， 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个应景的开场，好给各位。看来你们对阐述这个词还不太理解，我希望你们回去查一查字典。下一组。怎么了？没事，你有口香糖吗？那没事了。
又是考试，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空气透析系统呢，它有着50多项发明专利，属于国际首创，而且呢在国际上属于首例。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安装比较方便，而且不影响室内的装潢。像我们，请你等一下。你这个项目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这个其实是之前投过的项目，因为是模拟投决会，所以并没有规定不能用吧。这个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规定。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拿着纽交所上市的项目出来考核呢？早就跟你说过不能用，都怪你，非说能用。什么就怪我？明明是你先弄的，是你说的这个项目好不好？什么我？当初是你说的，那天是不是你？什么就怪我？明明是你先弄的。行了。下一组。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吧？今天我们推荐的项目是任意汇跨境支付平台。在出国旅行、海淘代购愈发流行的当下，跨境支付也呈现了上升趋势，在我国已经高达。请你等一下，我看过你的资料，我记得这个小伙子曾经获得过国际象棋比赛少年组的省级亚军，非常了不起，是吗？是啊，我从5岁的时候就开始学棋了。那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专业的棋手呢？是这样的，因为我想尝试一些不同的工作，而且我家里想让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金融专业，所以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有比下棋更重要的事情是吗？是的，当然是。比起作为一个职业的棋手，我更想成为一名专业的投资人。你是因为想做未来的投资人，所以放弃了国际象棋，是吗？借口就是借口，说了再好听也没用。可能不是借口，也许是无法面对曾经的失败吧。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信息没有那么重要吧。既然不重要，你为什么要写到自己简历里面？你把一个不重要的经历写到简历里面，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加分呢？可是你现在又不能自圆其说，别忘了，我们需要的是内心强大、目标清晰的人。很显然，你不是那个人。那个，行了，你不要解释那么多了。原以为你下棋的经历可以给你加分，看来恰恰相反。对不起，你让我很失望。下一组，不要浪费其他人的时间了。侯帅，过来。
刚才为什么传球？他机会比我更好。不敢就是不敢，少找借口。我没有不敢。把衣服脱了，跟我回家。下去，给下一组腾时间。除非发生奇迹，不然这回我们一秋肯定是悬了。还记得那会儿，咱们最后一轮面试吗？曲总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至今还阴着呢。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有点阴。我觉得还好吧。不得不说，曲总挑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哎，行了，我说你就别跟这装了，又没外人。哎，别人我不清楚啊，但是我对这高思聪还是很有信心的。蓝千玉也不错，听说你们马总已经去打招呼了，要跟我们科技组抢人呢。哟，可千万别！你装什么呀？你不是做梦都想要一女下属吗？你说这谁蓝千亿是吧？哎呀，刚开始啊，我觉得他还行，可是后来吧，越看他越不招人待见。哎，你说他成天跟你似的拉个驴脸、马脸，就拉个冷脸，哎呦，跟谁欠他200块钱似的。哎，要他真去你们组，就太可惜了。Robo 开发的这款人工智能芯片 CI1006 不仅为智能机器人完善了大脑，还特意添加了音频传感终端，提升了机器人的响应及控制速度。目前拥有特定功能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从这组 IFR 数据表明，今年全球家务机器人的营业额态度得体，内容精确，简直无可挑剔。我输了吧？对不起，我可以打断你一下吗？你刚才指的家务型机器人是不是就是扫地机器人呢？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产品，而且在市场上已经接近饱和，你认为还有什么空间吗？其实不仅仅是扫地机器人，这项产品还可以运用到更多的领域。啊，对对对，这项产品可以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野村宗元已经研发出来可以专门看管车库的机器人，以后还会有保姆机器人、护工机器人。等一下，你们介绍的这个项目理想是很丰满的，但现实也太骨感了吧。啊，这项技术能大范围上市的话，是不是遥遥无期啊？其实国外已经有很多的团队已经在积极的研发了。我相信其实实现这项技术并非遥遥无期。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啊。这是装有 CI1006 的水下机器人，它搭载了最新的智能识别技术和高清的摄像头，它可以高效稳定地完成水下拍摄，像水电站的检修、城市管道的清淤，甚至是水下救援工作，这些问题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而且收效甚微。可是如今有了水下机器人，它可以完美地替代人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蓝千叶表现得太完美了。首先，非常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在我实习阶段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组所推荐的项目是一款在未来可以替代石油的最新型能源，页岩油。什么是页岩油呢？页岩油是油页岩在热加工下的产物，它的形态同传统石油相似，但是比传统石油具有更多的不饱和精。而我们为什么要选？不错呀 ，PPT 做这么漂亮，阐述也很到位，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确实没毛病。有很大的原因，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希望各位领导可以考虑我所推荐的项目。你们
觉得怎么样啊？下一组，曾浩、秋爽。各位领导好，我是曾浩，他是秋爽，我们组的项目是新能源蓄电池投资。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在我国一二线城市，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日益增长。随之而来的附属原动力产品，新能源电池将成为必不可少的市场热点。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它与新能源汽车的关系就好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一样，缺一不可。是的，缺一不可。谢谢。下一组，郝帅、孙艺秋。终于等到压轴的了，千万别有期待，别碰我。我跟你说过，这小子现在越来越混了，你打一样不接。还不是因为你，但凡你跟小帅能正常说几句人话，他至于连我的电话都不接吗？爱接不接。我。那个。我们要投资的项目是对他说情感咨询平台，无论人类的社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情感永远是他们啊，不是不是情感永远是我们永恒追求的目标。据数据统计，在婚姻与情感市场，美国约有170,000人持证上岗的情感咨询顾问，而在中国这个行业才刚刚兴起，但需求量却十分的庞大。我觉得，喂，小伙子，你能好好说话吗？你这样可不行了。那个，我能去一趟洗手间吗？紧张到这种地步，是太在乎结果，所以被杂念缠住了吗？这样下去只会越来越糟的。现在吗？可以，但是你们要记住，这算在你们的阐述时间里。你们现在还剩7分钟。我不去了，情感。我们这个情感平台吧，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免费的，然后我们能推倡就提倡的是一对，完了吧？接下来由我来阐述。我们将会为大家提供免费的线上咨询服务。
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们既然是免费的，那怎么去收回这些请专家的费用跟成本呢？怎么收回成？我就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呀？这可怎么办？明明心里想的已经很清楚了，怎么就没有办法用流畅的语言表达出来呢？缺乏演讲能力的事实，就算心态再好，也没有办法掩盖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辛辛苦苦供你念大学，你可倒好，放着好好的书不念，跑去搞什么创业，这回好了吧？毕业证都拿不到，我还得花钱吧？我看你啊，你别在外面瞎折腾，早点回来娶个媳妇儿。我和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爸，你能不能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总有一天我要向你证明，你一直看错我了。这次面试失败，一定会又被看成废物吧？可越这么想，就越无法冷静下来。可能有很多人会有疑问，我们既然是免费的，那怎么样去收回这个成本呢？我们是想通过网友他是怎么做到的？说成这样，都可以不放弃，不退却。他是用外星语在表达某种逻辑吗？不管怎么样，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我没明白。无论别人怎么看，都不为所动。只要知道方向，就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那不就是我的风格吗？可是，照这样说下去，项目可就全完了。和影视公司进行一些，还是让我来吧。你还有三分钟。其实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太擅长表达。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形态导致，但是不擅长并不代表我们不关注。对，我们只是通过别人的情感故事来寻求自己的这种情感的安慰和共鸣。你看啊，这几年大多数的这种关于情感类的微博大 V， 好帅的阐述直击人心，瞬间就征服了全场。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就将项目的要点和魅力清晰有力地传达出来，甚至完全不亚于蓝千亿。他不仅扭转了败局，也扭转了所有人对他的看法。他找回了勇气和自信，不管到底他是在向谁证明着自己，现在他都做到了。哎，老马，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好，曲总。我觉得这也太没人性了吧，那么严格。就是啊，吓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些麻烦了。蓝倩，你等等我呀。我看不是等等他，是救救他吧。如果第二环节里蓝千一不投他的项目，他就真完蛋了。哎，对了，老苏，你觉得蓝千一又是很明显啊？蓝千一比郝帅差远了。你看啊，郝帅有能力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是吧？而且呢，他有能力，有种是好苗头。哎，你比我想象中厉害很多，不过还有下一轮呢。我真好奇你会让我投什么。跟我们那时候一样。
最直接有效的招数就是少一个比你弱的对手。明明就是很担心小孙，还非要装作不在意，何必这么绷着呢？别老说那些没用的。你呀，说到底还是放不下以前的事儿，所以活得这么拧巴。我拧巴吗？于总，什么时候连你也变成心理专家了？我倒建议你啊，真去做个心理咨询。他们项目里那个平台就很不错啊。我看起来像有病吗？有没有病你自己最清楚。哎呀，以前那个热情率真的大男孩到底去哪儿了？实在打不过，就同归于尽吧。四组的人，死也要站着死。未到终局，焉知生死？实习生们请注意，第二环节的考核即将开始。请说服你的搭档投资你所选择的项目，如果被搭档说服，搭档将会加分，但是不顾事实一味的拒绝投资，自己将会减分。考核现在开始。下一组，高思聪、周博。周博，我向你推荐的项目是一款可以提升人表达能力的 APP， 快速有效，非常实用。也就是说，你觉得我表达能力有问题？对于日常表达来说，当然不必十分注意。但是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语言的形象和准确十分重要。过多不必要语气词的出现，很容易给别人留下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也会直接影响谈话的结果。也就是说，你觉得？你看，通过这个软件的监控和提醒，你在这段时间里与我对话过程中，总共说过56次的，也就是说130次的那个和80次的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语言表达的这些问题，有了好好说话这个项目的监控和提醒，我们就可以及时发现，随时改正。这是通过大数据测算之后的平均样本，大家可以看到用户在使用该软件之后的一周之内无效用语使用频率明显下降，所以只要通过坚持和巩固良好的语言习惯就可以实现。可是你怎么能确定会有多少人用这个软件呢？这是该软件上线3个月以来的用户增长曲线，大家可以看到平均每周的下载量超过了5000，用户的留存率也是高达75.2%，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其优质的项目。怎么，还在犹豫吗？本来之前叶岩有那个项目，说好让你来做项目战术，最后却不得不换成我。你应该知道什么原因。不要再说了。我投。是个很有策略的人。但令人反感啊。抓着别人的弱点下套，就算占了一时的上风，从长远的合作关系来看毫无益处。你居然偷拍我！你别急啊，一会儿你就可以解气了。
今天我要为我的搭档蓝千翼推荐的项目是一款专门为职场女性量身打造的解压神器，请看屏幕。女王在上，一款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游戏平台，它整合了很多种操作简单的小游戏，非常适合女性玩家。除此之外，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添加了可以更换头像的功能。通过手机截屏，系统会自动生成和识别头像，供用户随意更改。不仅如此，在付费模式下可以解锁更多的场景，比如说卫生间、天台、会议室等等。平台内还有300多款小游戏，充分满足职场女性在想象中泄愤的心理需求，平衡情绪，促进职场和睦，非常有现实功能。怎么样，小兰，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想不想体验一下？对不起，我不投。第一，这款 APP 针对职场女性设定的本身是带有偏见和歧视的色彩，预设了它的用户群体是情绪化、缺乏理性及自控能力的。第二，我并不认为通过这种方式真的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一个女性如果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她应该诉诸法律和舆论，而不是让她们排解心情了事。那只是你个人的看法，又不能代表所有人。那么第三，这个项目缺乏核心技术上的创新，虽然它投入很小，可是它极易被复制，不具备长期投资的价值，在竞争激烈的手游市场当中并没有任何的优势。所以像这种自我欺骗的无聊项目，还是自己留着过瘾吧。下一组，郝帅、孙逸秋。你先说还是我先说？你先吧。好，孙逸秋，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项目是特立女装。女装？没错，绞尽脑汁的去迎合搭档的趣味和需求，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干，但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项目是我自己最想投资的项目。特立女装呢，是一个国内设计师原创的小众女装品牌，虽然它创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它出色的设计感和完美的剪裁已经在高端的白领市场得到了非常高的认可，连国际设计师三宅一生近期也在寻求跟它合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特立女装市场调查报告。我们从这个报告里可以了解到，特立女装的消费人群与国际一线品牌的消费人群重合度高达了60%以上。我当然知道了，像这种数据通常会出现一些偏差和水分，所以为了知道这个项目最真实的情况，我特意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眼见为实的考察和收集。来，我们看一下。这些照片是我拍的，他们身上穿的服装都是出自特立这个品牌。从他们这些人的配饰上，我们不难看出 LV、古驰甚至是爱马仕。正是因为这些品牌的存在，让我坚定了对特立女装的信心。它是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有潜力打入国际一线市场的国产品牌。当然了，为了得到这些最真实的市场数据，我也承受了不少的误解。原来偷拍
不是因为他变态，而是为了考察项目。也不会是个疯子吧？为了一个项目，居然付出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呢，这些误解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跟我的梦想还有我的目标比起来，这根本就不重要。我的梦想，就是我最初想要成为一个投资人的动机，那就是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国际一线品牌。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可是我们却没有任何品牌可以跟 Armani、Gucci、LV 品牌价值一样高。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立志要找到这样有潜力的项目。小伙子，你的野心不小啊，你能告诉我你的野心从哪来的吗？我的父母就是做服装白手起家的，我亲眼目睹了他们整个创业的艰辛过程。他们那个时候卖的衣服大概就是仿冒各种国际大牌，虽然能挣到一些钱，可是我的童年并不是很好过，因为我经常被身边的小朋友叫成卖假货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国际品牌，来洗掉我的耻辱。不管能不能实现，但是挺有志气的。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所以你愿意投资给我的眼光和心血了？对不起，你是在问我？我的选择是不倒。请说出你的理由。我不投不是因为这个项目不好，而是我觉得现在的我还不够好。你刚才说了你的目标是把特丽女装打造成国际一线的品牌，可现在的我连个三流的投资人都算不上。我对大牌、对设计、对女装这些完全是一无所知，所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贸然的去选择当这个项目的投资人，那只会把这个项目给毁了。我觉得有些太得不偿失了。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是你的眼光和心血。我觉得如果你想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最适合的人选应该是你。如果你可以做这个特丽女装的投资人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尽我所能全力支持你。这样的理由确实无法辩驳，还算是清醒吧。我推荐的项目是校园创客大赛。校园？我都毕业这么久了，你推荐这个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你在大学期间有过三次创业的经历，这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实践机会。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平台，能去鼓励大学生创业的话，就会有更多像你一样的年轻人得到这样的机会。对不起，我的人生完全就是不可复制的孤品。况且，大学生他们提出的项目确实都比较幼稚，你要从这里面找到好项目，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就是赔本赚吆喝，不值得。你说不值得，
那我请问你，你觉得当初给你投资的那位投资人，他有没有做错呢？三次投资都失败了，从结果上来看，他们确实做错了。我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有他当年的支持，才会有你现在的眼光和经验。大学生的创业项目普遍都得不到重视，有很多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痴人说梦。但如果你做这个项目的投资人，你做这个项目的评委，那我相信你会比其他人更能发现这其中的价值。作为大学生，他们可能没有漂亮的策划书，也没有那么完善的项目报告，更不会有很多成功或者失败的创业经历，但他们有对未来无限的憧憬，他们有源源不断的好点子，他们有全力以赴的动力和激情。这就像当年不愿意放弃的你一样。所以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投资人，你真的愿意错过那个当初的自己吗？这一招太狠了，如果郝帅拒绝了这个项目，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人生。孙一秋，你可以。终于想明白了，实习期到此结束，考核的最终结果将于一周之后通知各位。亮哥是吧？啊，拜拜。好，谢谢。啊，哎，帅哥，健身了解一下。帅哥，健身。哎，美女，健身了解。在家。帅哥，健身了解一下。有折。来了，哪儿弄的这套衣服？借了呀，要不然怎么混进来？好不容易有时间了，在家休息休息。您不是说肩膀疼吗？我就过来搭把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这也快一周了，那考试结果还没出来呢。干嘛呢你，愁眉苦脸的。哎，怎么了你？哎，你怎么开始关心起我来了呢？就说吧，省得你们老觉得我拧巴。哎呦呦呦呦呦！你们，哎，这谁跟你说什么了？这一句顶我一万句啊！这是，不说拉倒。哎，别，坐。正愁没人叨叨，
我们组那实习生曾浩，这考试的时候你也看见了。哎，我估计没什么戏了，这两天正帮他看看哪个公司有机会呢。你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仁至义尽。我就是觉得吧，你说他这拖家带口的挺不容易的，你说哪儿都不差，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天赋。换个角度想吧，不合适的话越早明白对他越好。是，我也是这么说的。哎，你们组那高中生怎么样？你觉得呢？我觉得呀，考试时候表现还真不错。可是呢，你也知道咱们公司这录取规定，关键是，哎，决定权他不是也不在咱手里吗？来，加块糖。你不怕糖尿病啊？企业支付宝账户的函证还没回来呢，行，我再催一催。哎，我去，明天吧。公司怎么招的人啊？连报告都不会写。哎，不对，后天。我这实在是人手忙不过来，您就体谅一下吧。啊，我谢谢。哎，小孙，把这两份文件送财务中心去啊。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啊！你习惯？习惯什么？师哥，咱们是不是做的有点不太够意思呀？早知道就趁他在的时候一起吃个饭什么的，啊，好歹算是道个别呀。请什么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还是先想想，蓝鲸一来是坐哪儿吧？谁来了不都是坐那儿吗？还能坐哪儿啊？那怎么行？你让小蓝坐这儿？就坐这儿呗。这么人来人往的，每个人经过探头探脑的，他怎么工作呀？那是啥意思？你跟他换吧。我。我都坐这三年了，你让我跟他换，那不是你跟我换？这跟你说的啊？那我就换过去了。你不能后悔啊！我真过去了。你怎么还没睡？我睡不着。这都多少年不动这个东西，怎么突然把它翻出来了？太久没想了，再不想就成梦。你不是一直都想忘掉下棋这件事儿吗？以前吧，每次一提围棋，我都觉得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总觉得辜负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努力，也辜负了您和我爸的期望。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应该去选择面对，而不是逃避啊。您别这么看我，您放心吧，就算这次考试也失败了，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真的？真的。
妈，要不您陪我下盘棋吧？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该做的能做的。你到底得罪谁了？苏苏，你都知道吗？烦死了，怎么都是谈恋爱的呀？就是我的事，你一直瞒着我。很荣幸能被学校邀请过来。今天的创业辅导课呢，就由我跟各位学弟学妹们来分享一下创业的心得。项目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个电话。小秋来了，哎，坐坐坐，这一锅马上就好了啊。好。哎，对了，小秋，啊，听说你去了投资公司了。哦，我正好有件事想问问你。我那个侄子啊，这几天啊老催着我去搞那个叫什么，哦，融资。我对这个也一窍不通，所以想请教请教你，这个融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好事啊。啊，如果您可以申请到投资的话。这么说吧，就是您出手艺，别人出钱，然后一起合伙做买卖，啊，这样的话，您这家店不就可以扩大规模，说不定还能发展成连锁呢，是吧？我帮您做一份商业计划书吧，您先了解一下。哎呀，我就是一粗人，这是也没上过学，除了会做生煎和这个大饼之外，我啥也不会呀，我哪能搭得上这么高大上的行业？不行不行，我怕别人笑话。您别这么说，我觉得您的手艺还挺有竞争力。反正试一试也没什么损失，是不是？哎呀，不好意思啊。啊。哎，小秋，这马上就好了，等一会儿啊。不等了，融资的事情改天找您聊啊。只有领带啊，不满意啊，好贵的哦。哎，要是再有套西服就好了。行了行了，西服啊，自己挣钱买去啊。你帮我拿。你不是打得很好吗？您送的当然得用您打。以后啊，自己的事情自己打理啊。哎，妈妈不能老跟着你一辈子。选西装的时候也是。别只看款式，也要看面料，选那个大方的、稳重的。我这是不是再来一下？对吧？您还是不回答了。不管了，臭小子。
当我再次穿上西服，我突然理解了何为上班族的战袍。这种适度的紧张是可以令人打起精神的，也能时刻提醒自己的身份还有责任。蓝千一，高松，果然有你，不出我所料。恭喜二位，看来公司果然还是看重实力。好帅，祝贺你啊！同贺同贺。哎，好像是应该只有我们三个人通过了吧？听说去年也是三个人。干得不错啊，哥们儿。你也是。又见面了，苏一秋。千一，对不起。你还记得？高总。高总。都到齐了，各位请跟我来。曲总想亲自见你们。大家都请坐。我要代表金晨欢迎你们。南千亿是吗？哎，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面呀？好像没有吧。啊，我听说你在实习期间只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把米莱这个大案子给谈下来了，非常了不起啊。您过奖了，还是靠于总帮忙。看来你跟于总处得不错嘛。再接再厉。嗯。郝帅到。看来以前有过创业经验非常重要啊。是你爸爸支持你的吗？我父亲一贯都很支持我，如果没有他的关心和理解，我是走不到今天的。不过其实我也挺有实力的。是吗？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别忘了替我向他问好。知道了，谢谢曲总。高思聪，你的这个 PPT 啊，做得很务实，逻辑缜密，措辞严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谢谢。可是你的入职志愿填的是能源组，是因为之前在那里实习过吗？也不完全是。能源组的业务上，我觉得在投资行业未来发展会有更多的机会。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优秀人才。我期待你的表现。你就是那个孙逸秋吧？啊，是。加油干。这个里面是员工手册和各个部门的联系方式，你们各自的企业邮箱账户和初始密码都在上面，之后你们可以更改密码。哦，对了，里面还有工作证，你们确认好自己的部门就赶紧去报到吧。好的。消费品组 ，yes。千叶，你带这么多？能源组。那高聪你呢？科技组。
不是你俩这不是正反了吗？孙晴，你呢？这是王总那边要的文件，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给送过去了。要是有问题的话，我就立刻改。综合四组新员工孙玉秋前来报道。吴总，林经理，我回来了。你回来干什么？恭喜你，玉秋，四组欢迎你。那我去忙了。哎，别！忙个屁，那是蓝千亿的位置啊。蓝千亿呢？蓝千亿去能源组了。啊，高思聪去科技组，郝帅去消费品组。回答的多全面呀，你看。所以我们就摊上你了。哎，吴总，谢谢你。听说你还特意去人事部把我要回来。谁说的？我要去要也是要蓝千亿，怎么会要你呢？真的不是我，不是我。你笑什么？不是我，也不是我呀。那肯定是你嘛，咱们四组还有别人吗？怎么会没了？那肯定不是我呀。你笑什么笑？我都说不是我了。你别骗小孩。我没在骗小孩。这蓝千亿的位子，你别把你包随便乱放，拿着，拿着。曲总，曲总，哎，不错不错，嗯。可知啊，你总算有所长进啊，你们四组才能皆大欢喜啊。说句老实话，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回报，那就是看见你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容。可知，我相信，这将是一个全新的、好的开始。好好干啊！走。一没学历，二没门路，还什么都不会。兄弟，那你来错地方了。我不会，我可以学呀。行，那学吧。真的，只要我可以留下来，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我真的会努力学的。拜托了，可知啊，你总算有所长进啊，你们四组才能皆大欢喜啊。说句老实话，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回报，那就是看见你们每个人脸上的笑容。今天上班就偷懒啊，邱总，你是觉得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没有啊，邱总，说实话，我还是不怎么看好你。我知道。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哎，哪怕你做的跟别人一样好，都是远远不够的，你得做的比所有人都强才行。哎，投资这个行业跟别的也不太一样。
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有的人靠着一个项目就可以登顶，但大多数人干了一辈子也什么都不是。如果你只是想混日子，我劝你还是找个安稳的工作吧。哎，什么哎？你听明白没？我会努力的。哎呀，我怎么就摊上你了呢？要是蓝千翼来有多好，他就不会说这种傻话。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会失败。我们投资人就是走在这么一条非生即死的路上。那怎么算生，怎么算死呢？谁知道呢？我们每个人都是默默地走在这条路上，盼着生，等着死。壁虎，什么？下棋在中棋之前，绝不能想会输的事情。一旦有了这个念想，那也就很难再回到棋局中了。我说，你的简历里是不是漏了什么呀？我的意思是，我们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把这盘棋做活。哼，